出道短短一年，以人气歌曲三连发奠定新生代女团地位。日前也传出他们将集体出演综艺 Running Man 的消息，让粉丝们都相当期待。而在9日录制结束后，节目班底哈哈也透露了和 IVE 见面后的感想。啊，내딸이만약큰다면아이브처럼클수있을까라는생각을했어요막내가17살이야인서라는애가막내였었나그래너무귀여운거야엄마가80이래내가70인거알지 继先前在认识的哥哥中提到自己看过最老的韩剧是《太阳的后裔》之后 ，Lizzo 再度让叔叔们感受到年龄的代沟啦。